像是为什么当初啊这一带会叫做美村路，最主要就是因为这里过去呢是美军他们驻扎的一个地方，所以有很多这种老洋房，当时就是这些美军人民所居住的环境。那现在呢，这些老洋房有的呢住了新的一些鲜味，但是还是保留了原有，还有鲜味。